左右偏痛，左后肩痛，左后肩痛，我又看到一根柱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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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根柱子好像在岸上面啊，不在长江里面啊，岸上面一根柱子，也是一直延伸到天上去的，也是一直延伸到天上去的，前面我们讲到，前面我们讲到那个大坝，那边有一根柱子，升上去，现在岸上有根柱子，岸上这根柱子，上去的时候它有侧面连到这个大坝上，连到大坝上，这样上去的时候保持它的稳定，不会来回晃动啊，是为了保持稳定啊。让升到天上去的是保持稳定，是这么一个情况。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